每次都说他家里不要再多一个李亚平，我跟你讲，我要不是他妈的话，他早跟我分手了。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李亚平报余湘泉新女友主动金援10万块，你愿意当我？我是 my lover。恭喜泉泉，贺喜泉泉！日前他终于交到了新女友，笑他一轮的直播主柔柔。啊，最近有看到余湘泉的女朋友了吗？有啊。觉得？不一致挺好的，免得我儿子又在那嫌我唠叨呢。哦。不过我是恶女。觉得这个能撑多久还不一定，是不是？不予回答。但其实亚萍姐很满意柔柔的，因为泉泉欠卡债的时候，这女生借钱给余湘泉。对，但是余湘泉不要，不要。她说唯一真正就是来看她的什么东西，然后看她的什么压力，对，还愿意借钱给她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